陈姐，无论如何你得帮帮我呀！哎，我都有一个人挺合适的，啊，是个大学毕业生，在卫生局工作。谁呀？我儿子。 你怎么知道我？我见过你。你在哪儿见过我？照片。哦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比我想象的漂亮多了。谢谢。我是大学本科毕业，我听我妈说你是护校毕业。哦。 我的学历比你低，以后你要多帮助我。没问题。那你是学什么专业的？我是复旋大学函授系气管专业。原来是夜大呀，不是本科。是啊，国家承认学历嘛。气管是学什么的呀？哦，就是企业管理。哦，你妈说你在卫生局上班。 可是专业也不对口啊。对口啊，我在卫生局三产，是做销售的。销售？啊，幸亏。要不我们到那边走走吧。在这儿坐的挺好。那边有山有湖的，还是走走吧。你妈怎么骗人啊？不是说你一米七吗？ 就差一点，你是不是嫌我矮啊？不是，我觉得吧，矮个儿都聪明。拿破仑也矮，但人当上将军了。我有时候自己躺在床上就想，我为什么那么聪明？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就是因为矮。反正学四年函授，我两年就毕业了吗？那你对我了解有多少啊？我觉得你挺漂亮的。我妈说，如果咱俩结婚。 不能分两期吧，也能分一期。我觉得吧，房子不重要，爱情才是最重要的。小乔，我觉得我们两个了解还不太多，要不你回去想想，我也回去想想。你看，我这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那咱啥时候再约呀？ 别呀，那同在一个屋檐下，我看你这样，我心里也不舒服。你还不舒服呢，你是想看我笑话吧你？我什么时候想看你笑话了？你还说，不是你让我找陈姐去这样男朋友的呀？是啊，陈姐那是咱们系统有名的红娘啊，她有俩女儿，长得都不怎么样，嫁的都很好，只剩下一个儿子，那儿子条件特差，就个。
他不会把儿子介绍给你吧？这有他那儿子你还笑呢，还不到你家。不是，那我免得笑什么，我让你笑，我让你笑，我让你笑。姐，这过分了，这有点过分。咱王燕好歹是咱系统的一枝花，不能随便插在牛粪上啊。我就喜欢插在牛粪上，怎么了？关你屁事儿啊！好好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怪我，怪我，好不好？这事儿怪我，好吧？好了，我不要。好了好了，我跟你赔礼道歉，行吗？咱泡杯茶，好吧？我新买的好茶叶啊。我不喝。那 我今天我给你做饭，我给你煮面条，行不行？不吃。那你想干嘛？你告诉我。我要喝酒。喝酒？行，我给你买去啊。马哥，臭混蛋你！其中，皇家马德里与尤文图斯、拜仁慕尼黑与阿森纳这两场比赛，更是明天比赛的重中之重。这里是大战前的伯纳乌球场，再有不到刘东，皇家马德里。你怎么就睡了呀？进屋睡吧。是不是特累？以后啊，别那么拼命做手术了。哎。一转眼，咱俩都结婚一年多了。是。小宝都那么大了，刘涛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家，真好。什么好？都好。来，干了。我是不是没人要啊？没有，别瞎想。可是为什么没有好男人爱我呢？好男人都结婚了呗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就找不着人结婚了是吧？不是，不是。我知道，我特别不招人喜欢。没有，王燕，其实你没必要那么伤心。有什么不痛快的就说出来，说出来就没事了。马刚，你陪我出去走走吧。现在出去走走。太晚了，明天吧。如果你愿意，明天我带你出去玩。那你陪我跳个舞吧。在这个房间跳舞。算了，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跳舞了。我偏要跳。你为什么能陪别人跳舞，不能陪我跳啊？好，我陪你跳。
你可怜我？不是。那你喜欢我？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我说不清楚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刚才说的都是酒话的，你千万不要当真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根本没有那么喜欢你的，你可千万别有心理负担啊。我没有负担。可是我真的有需要房子。我知道啊，所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你说吧。我们假结婚吧，分到房子之后我们就离婚，房子归我，自由归你。你要是暂时没地方住的话，我可以收留你，但是你甭想打我主意啊。好，放心，我不打你主意。我要是看上谁了，你就得马上搬走。你要是喜欢谁，我也管不着。行，没问题。为了你能要到这套房子，我吃亏就吃亏了，没事儿。什么叫你吃亏啊？我一个黄花大姑娘嫁给你，我才赔大了呢。关键你不是想要这套房吗？就按你说的办，明天我们去登记。千万别等到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房子又分没了，那你才叫赔大了，对不对？不会是假的，上面有民政局的电话，要不你再核实一下，省得怀疑。这么快就结婚了？哎，这马刚是谁呀？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？你没听说过就对了。谈恋爱这种事儿又不能大张旗鼓的进行，这两个人的事儿，两个人知道不就完了？对对对对对，除非是大龄青年找不着对象，才找领导。我这不是找着了吗？就不麻烦领导了。对了，站长，您可是说过，只要是符合条件就给我分房，您可不许反悔啊。我跟马刚都是干部，军龄……啊，你不用说了，我认识。啊，条件符合，我现在就去局里给你改分。谢谢站长。就这句话中听。那我走了。哎，这个。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，马刚，谢谢你。我看看，哎呀，真好。哎，马刚，啊，我住这个房间啊，这个房间朝阳。户主是不是一样的？可以有优先权挑朝阳的房子。为什么这么大呢？哎呀，你说你们男人又不洗不晒的。谁说我不洗不晒？行了。那你的袜子、衣服什么，我给你洗，上我房间去了吧？真的？啊，那还差点。嗯，真。这新房子是好啊，比宿舍强多了。是啊。嗨，那我们赶紧收拾，明天就搬过来啊。好啊，放心，收拾屋子我是拿手。哎，对了，那
个厨房多钉点钉子，挂锅碗瓢盆什么的，还有这个客厅是脸面啊，一定要收拾好。行，没问题，咱们先去买工具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你把我当长工似的？行了，你长工赶紧干活去吧。你住这儿啊？你也住这儿？是你孩子？啊，你结婚了？王燕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住308呀。你住这儿？你住307啊？哦，我和马刚是卫生局第一对分到房的夫妻。你们俩？是，我在防疫站，他在卫生局啊。你俩结婚了？啊，对。恭喜恭喜！谢谢啊。哦，那个，往前走，有个垃圾道。好。知道了是不是？我也是刚知道的，刚才我倒垃圾，我碰见李丽了。
我说你怎么不干活呢？原来是碰到老情人了。什么老情人啊？不是老情人是什么呀？我这费尽心机弄套房子，这可倒好，怎么跟他们住对门了？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怎么办啊？这不成心吗？你是不是特别不高兴啊？天天能看见老情人是吧？没死了吧？高兴死了吧？你都。心虚了吧你？哼！哟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一点声音都没有。这王艳跟马刚怎么住咱们隔壁了？他们过他们的，咱们过咱们的，不相干的。话是这么说。可是你这么住着，你不觉得别扭吗？小宝，你喂了没有？饭马上做好，我就去喂他了。这大人算什么？先顾孩子呀！你喂吧，我来吃饭。谁惹的事儿啊？王艳，你讲不讲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总对我发火。我们是假结婚，不是真夫妻。我只负责你分到房子，其他的我管不了。那你就帮人帮到底，再换一套。这房子到底给换还是不给换呀？这新分的房子怎么就要换呢？这你就别问了，我就换一个面积一样。只要不在这个楼就行，讲什么具体原因吧。我跟邻居处不来。邻居？邻居不是马处长吗？人也挺不错的。这房子到底给不给换嘛？不是不给你换，你看这个卫生局就这么一栋福利楼，没有多的。你们这是房管科，就是解决职工住房的问题吗？刘大夫，我们只负责分房，不负责换房。你不要为难我了。如果你自己吃下去换房的话，这我管不着。你要我帮你去换，一我没有，二我不能。就是不给换是吧？收拾房子，那你忙吧，我先回去了。有时间来家里坐坐啊。啊，好。我想换房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那个房子朝向不好。朝向不好？不是有一间那个朝南方向的吗？那还有一间朝北啊。哎呀，你就不用说了，我就替你说吧。你是不是讨厌那个邻居刘东啊？他刚才也来过，
也要求换房。他也要求换房？对。换了吗？换不了，我总不可能给他盖一个吧。如果你们要换房的话，你们私人去找人吧。那好吧，那不打扰了。怎么样？没戏。人家不同意啊？不是不同意，是房管科没有余房了，房子都分出去了。那怎么办呀？那我走呗，我不在这住不就没事了吗？你什么意思马刚？我没什么意思啊，我是说我不在这住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？你解决问题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哦，这刚结婚你就走人，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，别人怎么看？焖个米饭都能焖糊了，给我吧，我关火晚了点儿。这心思都在哪儿呢？想想凑合吃。干脆啊，把小宝还给马刚，让他们父女俩过，咱俩单独过。你在说什么呢？回来也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了。从结婚到现在，咱们俩就没有一个真正进入婚姻状态的时候，你觉得呢吗？刘豆，结婚前是你提出的，不让小宝认马刚的。我现在后悔了，不行吗？孩子是我生的，那是我的骨肉，你不想要他的话，连我也不想要了呗。那也是隔壁的骨肉，这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笑死我了！快，你这东西要干嘛呀？你去哪儿啊？没用的东西我留这儿干嘛呀？我说的是东西，我说你了吗？我出去走走，透透气。你是想在走廊碰到吕丽是不是？是想跟你老情人诉苦是不是？王艳，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、啊、我怎么不可理喻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假结婚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们明天就离婚。离婚就离婚！臭混蛋！先回去了。等等，他对你好吗？丽丽，你瘦了。
哎，你怎么在我屋睡啊？我的床还没搬过来呢。那我在哪儿睡啊？你爱睡哪儿睡哪儿，反正咱俩也是假结婚，别睡我这儿就行了。那有被子吗？嗯，没有。那我回单位睡。我一个人睡害怕。你感冒了，还得我受累。不说声谢谢呀？你知道吗？我还真挺怀念咱的宿舍的。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。哎，你们上班去啊？我路远，马刚骑自行车送我。我们先走吧。那这样做你自己不是吃亏了？哎呦，无所谓，主要是王燕比较喜欢以前那房子的感觉。再说那个房子虽然旧了点，但是大，住着舒服。这样可以吗？你把那个集体宿舍改到王燕个人名下不就行了？这样做我还是头一次，我试试吧。那一定要试试，好吧？这事儿拜托你一定要帮忙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不客气，好吧？不客气，谢谢谢谢谢谢啊。要不说我这运气好的，这卫生局的马刚还有防疫站的王燕，好家伙，那非要换回那旧房子来。这不，这新房子就归我了。哎，对了，李丽，晚上我请客吃饭，一定过来热闹热闹啊。哎，你搬吧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就放那，就放那。哎，哎，对对对对。真多亏了你了，你太厉害了，太男人了，太棒了，要不然还真不知道别扭到什么时候呢。是是，都别扭，都别扭。哎呀，老吴算是占便宜了。什么便宜啊，吃亏啊，房子自己住着舒服就行。睡呢？那你睡我屋呗。
你睡哪儿啊？我睡沙发。这嫌我多不仗义啊？谁能有什么仗义不仗义的？我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总不能让你吃亏啊，是不是？好吧。睡觉。行了，明天再收拾吧。嗯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哦，我忘了，我走习惯了，对不起。我不想让你去睡沙发。那，你睡沙发呀？我也不想睡沙发。分到房子吗？你现在用不着这么谢我。我没有谢你，我喜欢你。你是个男人，你善良，有同情心。王燕，我没那么好。没有。我说有就有。好了，王英，听话，回屋睡觉啊。听话，嗯，来。哎，王燕他们搬走也挺好，人最起码人老吴啊，好说话，人不打听啊。是。你别不爱听，他们俩以前住在咱们隔壁的时候，我晚上睡觉都得睁着眼。这个我知道的。哎，那天我说话有点重了，你别生气啊。没生气，怎么会呢？睡吧。你放心吧，以后对你对小宝会越来越好。我知道你是好爸爸，睡吧。如果一切重来，我用一生追。
就算能够重来，就算赶到十年之前，命运还会袭来，你仍会忍住不敢窗外。如果一切重来，我用一生紧握你的手，能在流言蜚语袭来，是不是苍白？